星火飞腾，夜里多温暖，我真找到一生靠倚。星火飞腾，望向天空说，用我一生靠近你。欢迎收睇《星火飞腾》。炎炎夏日，唔止学生哥，连马迷都要放下假唞下暑。不过原来今年嘅马迷咧，暑假咧就比往年缩短咗，因为过去一季嘅赛马日子比以往增加咗五日，顺理成章投注额大幅提升13%，达到700多亿，实在一个好惊人嘅数字。是啊，我有時都會聽到身邊人嘆氣咁話：，唉，今日又鋪草皮啦。冇錯，賭馬輸錢真的很平常嘅啫。我認識一位朋友，可以話是超級馬迷嚟嘅。咁佢讀小學就已經開始賭馬啦，仲成日贏錢。佢熱愛賽馬嘅程度咧，係任何馬名啦、騎師嘅名啦，佢都背得滾瓜爛熟噶。咁佢仲相當之引以自豪添。而家跑咗大咗啦，逢星期三、星期六跑馬噶嘛，今日禮拜二、禮拜四咧就會睇晨操啦。啊，到當日跑馬嗰日咧就會睇賽事啦。睇完賽事之後咧，夜晚就會睇賽馬結果，睇下佢究竟係出咗咩問題，點解跑得唔好。一般人去買馬，佢哋都係撞彩啫嘛。但我哋唔係，我哋真係去做功課，因為我鋪啊嘛，所以咪應該要賺錢啦，應該會贏錢啦。一讲起赌马，苏嘉诚就好像变了第二个人咁，眉飞色舞，口活横飞。原来赌的根源自他成长的赌钱世家。中咗，妈咪咧就细个嗰阵时已经开赌噶啦，咁啊开啲纸牌仔，咁啊好多老人家就会去到我屋企，咁啊我哋就见到好多老人家喺度赌钱。如果冇錢嘅時候咧，就會諗個辦法點樣去同媽咪攞錢咧。咁我哋就會去到去檔口咧去賭亂，賭亂之後咧，咁媽咪咧就會即係俾錢我哋啦，打發我哋走，非常之開心啊！原來好容易攞到啲錢。咁我阿爸咧就中意咧打麻雀啦，中意賭馬啦。咁我有陣時都會同爸爸買報紙，中咗馬之後咧就會會俾貼士我啦。點樣俾啲錢我咧？就第日早餐嘅時候咧，咁佢通常都叫我埋單嘅。埋單之後咧，之後啲錢咧就俾我。好期待快啲跑馬，快啲就爸爸夜馬。爸爸賭馬，媽媽開紙牌檔，所以嘉誠好細個已經好想快啲參與其中。小六嗰年，佢開始落人生第一次賭注。同學咧係本身就賭開馬嘅，嚇咁啊咁我哋去到去。屋企咧，咁佢話：不如買下馬啦，啊，咁啊咪試下啦，咁啊上咗屋企睇，咁啊睇嗰場賽馬啦，哇，好刺激啊，差啲中！中一嘅時候咧，就有個親戚咧俾兩場貼士我哋，咁我記得咧就同我同學仔咧每人5元啦，咁啊買口孖寶，咁啊跟住咧就好開心啦，咁去到投資站門口咧就揾大人幫手買，因為嗰陣時未夠稱啊嘛，咁我一個朋友咧就企喺呢個門口，我又企喺呢個門口。即係驚佢咧買完之後攞張飛走咗，咁結果嗰場馬咧就中咗喎，咁啊個派彩牌500多元，每人分200多，咁啊又去咗波樓都波慶祝，哇！覺得原來咧真係好容易贏到好多錢。不勞而獲令嘉誠喺賭之中揾到好多朋友，尤其當佢讀到中四就冇再讀書，去咗工廠做嘢，更加令佢如魚得水。成間廠大部分都係中意賭馬嘅喎，同埋賭馬就個個滿賭錢。咁我啱啱又中意賭馬啊嘛，咁咪同佢哋去研究馬經啦。咁我好記得咧，逢星期三、星期六跑馬噶嘛，咁咪禮拜二、禮拜四咧就會睇晨操啦。嚇，到當日跑馬嗰日咧就會睇賽事啦。睇完賽事之後咧，夜晚就會睇賽馬結果啦。一至六都好忙，好忙。甚至乎咧，當冇嘢做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同啲同事咧鬥呢個講練馬師名啦。講騎師名咧，講呢個馬名咧，邊個講唔出咧就請食飯。到咗未啊？坐咗學，到大你。我通常都會贏，因為我記性好。咁唔講咗啦，一餐飯嘅啫。人工我都記得係2700元一個月嘅，咁大概用咗1300-1400元去賭，每一場都要賭嘅，
咁唔到唔得，因為第一場輸咗嘅話，你咪第二場機會去搏翻啦。第二場輸咗咪第三場、第四場。好，頂住頂住。每逢賽馬度咧，我哋就會自然自然咧咁會約埋一齊。佢揀出嚟嗰啲深水馬咧，佢嗰個勝出率都好高。咁嗰陣時都覺得佢啲眼光都幾 OK 啊。有一次咧就自己貼咗三場馬，係獨贏過關嘅，咁係70蚊嘅注碼。咁三場都中咗，派二萬幾蚊。咁當其時咧，同個女朋友一齊去荃灣投注站去攞錢。嗰刻咧，哇，好正！一齊去攞錢，攞 cash 喎，攞20000多蚊。咁攞完 cash 之後，翻屋企派錢，好威咯！我自己啊，其實好自豪啊，可以咁好眼光。多年嚟，嘉誠喺馬場上輸少贏多，佢甚至視賭馬為終生嗜好。點知到2004年，身邊一位親友首次令佢體會賭博害人。有個親友咧就因為賭啦，差好多錢，搞到咧要離婚，屋企人都好為佢擔心啊。咁結果咧，我就先幫佢還咗第一筆錢，之後咧就約佢出嚟傾啦。咁出嚟傾嘅時候咧，都同佢講唔好再繼續去賭嘅喎。咁佢都應承我話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咁結果兩三個月後，咁突然間又收到封信，可能係財務公司寄嚟嘅，話一定要還錢嘅。你唔還嘅話，我就會揾人上門收數。如是者，咁第三個月、第四個月又同樣有信嚟，有電話到，我再約佢出嚟，同佢講咧，我唔會再幫你啦。如果我再幫你咧，賺害咗你。咁我又擔心佢。擔心佢咧，真係會諗唔開，做傻事。咁喺度諗下，死啦！點樣幫佢？錢都幫咗佢啦。咁點樣繼續去幫佢咧？咁喺屋企喺度諗咯，諗辦法啦。咁突然間望住個窗喺度諗，咁突然間咧諗到啊，細個翻教會嘅時候喎。咁細個翻教會嘅時候咧，佢話耶穌會救人嘅喎。咁不如我試下啦。第二日，嘉誠鼓励呢位亲友同佢一起翻教会，不过点都估唔到喺当中感受至深嘅，竟然系佢自己。我哋就坐第一排嘅，咁第一排咁啊对住个十字架，咁我好记得唱一首诗歌咧，叫《谁曾应许》。咁一路唱嘅时候咧，咁我突然间喊啊！我好少喊嘅，咁我觉得点解会其实翻教会啫嘛，点会喊嘅？好似有樣嘢咧觸摸我心，釋放嗰樣嘢。哇！你唔使擔心啦。咁我都擔心㗎，擔心咧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咧，咁我可能會唔會好似我呢個親戚咁咧？翻到屋企喺度諗，哇！呢個神係咪咁勁啊？賭癮好難戒嘅，咁我哋試下佢如果佢有能力嘅話，令到我呢18年嘅賭馬嘅興趣咧冇咗嘅話，我就信你啦。開羅咧差兩個月啦，咁我就呢兩個月咧就會翻教會啦，同禮拜翻教會啦，咁我都會依然咧代住份馬經，佢又講聖經，我咪睇馬經咯。咁睇睇下牧師講嘢好大聲，跟住我留意佢講咩啦。人若賺得全世界，卻賠上你自己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咧？講得幾啱喎。咁我喺度諗啦，我唔想步我親友嘅後塵。嗰堂道令到我咧開始咧就對馬咧就個興趣咧冇乜咁強啦。開始慢慢加佢拜又唔睇，加佢拜又唔睇。到開頭嗰日咧，有個 friend 打電話嚟，喂飲茶啦，咁啊去咗飲茶，咁啊下晝又去同佢哋一齊去玩。咁啊到夜晚嗰刻喺度諗，點解我今日唔買馬嘅？感覺到咧係上帝係想幫我，所以令到我成日咧嘅行為嘅模式都唔同咗。揾佢一齊即係賭馬，但係佢都話自己冇玩咗咁樣，同埋佢話連馬經啊都冇睇，一年兩年三年咁樣，咁就我又覺得開始佢真係好決心去戒咯。八年，賭癮逐漸離佢而去。
嘉诚热心追求信仰，他首先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忽略结了婚差不多十年的太太。想起是我以前的行为，我觉得是真的很对不起太太的，因为她每当去行街的时候，我就会逢是搭伴或者是搭正，我就说要去厕所了。去厕所做什么呢？就听收音机，看听赛事。我觉得是真的没有陪过她的，很内疚。我觉得啊，不要再是这样了，现在信了耶稣，我要多些时间去陪她。以前我每个月差不多到2000元的，我十个月我就储到20000元，我就将那20000元跟太太去旅行，还更加开心，开心过你以前赌马那种开心。以前呢，其实呢跟家人关系不是太好的，就是觉得是自己自私的，就 是不会怎样理他们的。我很记得呢，我的兄弟姐妹都不是那么喜欢我的。当我上了主之后呢，我就开始主动找他，就是关心他啊，打电话问候他啊。他做人的态度呢就积极了，做事又很认真，还有关心朋友。鼓励我，他说不要放那么多时间在这方面，因为你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。到后来我也有受他影响，自己都开始越来越少去接触。收工之后可能会陪家人去吃饭，陪太太去行街，或者是跟弟兄去踢球。我觉得是比以前所做的事是更加健康，来得更加开心。嘉诚是针织厂的文员，经常要往返内地，以往有马他就什么都少理，但现在连工作上的细节他都留意到同事的需要。通常回到大陆之后，我就会行工厂的。咁我喺度行工場咧，工場咧冇冷氣嘅，好熱。咁見到工人咧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咁我喺度諗，啊神啊，我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？上帝俾個聲音我啦。咁佢就話：不如搞活動啦。咁我啱啱嗰刻咧，我就挨近咧中秋節。咁我就同啲同事咧，大陸啲同事咧開會。咁咧就叫佢哋咧中秋節嗰日咧，就喺球場嗰度咧掛啲燈。燈籠咧，猜燈嚟，啲工人好開心。咁啊，嗰刻我都好感動。我話上帝，多謝你，多謝你俾呢個意念我，我可以用咁少嘅活動咧，去令到呢班工人開心嘅話，我願意去做，繼續去做。啊，咁之後咧，到中秋之後咧，隔兩個月到啦，到聖誕啦。咁我開始揾教會啲弟兄姊妹搞個 party， 聖誕 party， 一齊浩浩蕩蕩上去我哋廠啦。有些是做話劇，有些詩歌敬拜，有些是做魔術。我看到工人大概有50差不多成60人去揭示去信主，那刻我很感動。我上帝，我做了很少事，但是可以幫到這60個靈魂得救，我很開心。2008年，嘉誠在工作上接受新挑戰，他轉職保險，特別享受與信仰於工作之中。我哋個團隊就會朝頭早咧就8:30咧翻到我哋 manager 間房去詩歌敬拜嘅，至到9:00。咁我覺得好有意思啊！先親近上帝先咯，一翻到去親近上帝之後咧就開工。呢個行業咧係時間比較彈性嘅，咁我就會每個月咧set 個目標係10個家庭去探訪嘅。無論朋友也好，同事也好，客户也好，我都會去透過電話或者是上去家探訪，去關心他們。他們面對什麼困難呢？我們大家就坐下去想想辦法去解決，從而我們可以關心他，為他祈禱。他在我們team裡面可以這樣說是一個中流砥柱，一個大哥哥的身份，所以他在個同事心目中他是一個很願意幫助人的，他很委身是去做探訪的工作，我是很佩服他的。越做越開心，人與人之間需要愛嘛。如果我能夠去做到去幫到他們的，我是只不過是將耶穌的份愛介紹了給他們。嘉誠還特別開了一個銀行戶口，每個月都會儲錢下去，為的並不是自己，而是幫身邊的朋友應急。
我自己咧開咗個神嘅户口嘅。咁呢個户口咧係希望咧喺神嘅角度咧去祝福好多弟兄姊妹，希望咧佢哋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可以作一個心意去幫佢哋。有一次咧，我就翻教會啦，咁我就會坐火車翻大埔嘅。咁喺火車入邊咧，我又坐咗喺度啦，咁望住對面一個後生仔，個後生仔都幾似我喎。咁佢揸住份馬經，又我以前最中意嘅馬經嚟喎。咁我如果後望自己咧，咁我自己係揸住聖經。睇翻轉頭咧，2004年9月到而家2010年咧，都有6年嘅時間都冇到過錢，冇到過馬。咁我覺得係好感恩嘅。我都是神的拖大，神的恩典。朋友就跟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不是 有事啊？为什么突然间会信耶稣的？其实不一定有事有病的，其实是我觉得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个人很开心，很有盼望。那我以前赌马的时候就可能觉得赢钱很开心，其实我输了一件事的，我输了时间，因为我知道时间是白白地浪费。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会很珍惜的时间，我会珍惜将时间去跟家人一起去关心家人，关心同事，关心朋友。由小到大，嘉诚一向很信自己的眼光，这么多年来他在马场上真的输少赢多，除了赢到钱，还赢到一份自信和满足。可以说赌马是每日生活不少得的娱乐和兴趣。咁雖然賭博嘅危害咧冇影響到嘉誠啦，不過佢咧都唔係獨善其身嘅喎。佢眼見有一位親友咧，因為賭馬咧搞到妻離子散，佢好痛心，好想幫佢脱離賭癮。咁幸好咧，佢諗翻起細細個咧就認識嘅耶穌，咁可能咧可以幫到佢。咁於是咧就帶佢翻教會。不過點都估唔到咧，先改變嘅咧竟然唔係呢位親友，而係嘉誠自己啊。係啦。当中咧，嘉诚更加经历到信仰奇妙嘅力量，好似自然咁样脱离咗咁多年嘅赌马习惯。后来佢更加发现，原来冇赌马嘅日子咧，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精彩。储起嚟嗰啲赌本，足够同太太年年去旅行。而家两夫妇好恩爱相处，唔单止咁添，佢仲学习付出，将以前花喺赌马嘅时间转为四出探访、关心朋友。今日嘉诚嘅满足唔再系嚟自贴马啦，而系咧靠住信仰过充实嘅人生。咁耶稣话：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其实唔止系嘉诚，我哋每一位咧都可以过更精彩嘅生活噶。嗱，如果你愿意咧，让耶稣参与你嘅人生，咁我邀请你安静落嚟，跟我咁同耶稣讲几句啊。亲爱耶稣，我生活虽然系平顺，但是好像缺乏了目标，没有一种的力量之彩，我又好像不其然要做一些我自己不是很想做的活动，好像有些引头戒掉不到。请我耶稣，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，我现在打开我的心，请你进入来做我救主，给我勇气，那个丰富能够帮到别人，帮助到自己灿烂的人生。多谢你爱我，主耶稣。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经历过风浪才需要认识信仰，你都可以好像嘉诚一样，这样在平凡的日子去追寻丰盛的生活。欢迎你即刻打来 CBN 热线，号码是3188-3803，我们很乐意聆听和帮助你倾诉和解答你在生活上信仰上的疑难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够人脱离死亡。